李丽，你的信。那我先放这儿了。李丽，对不起，我是个懦弱的人，战胜不了自己，我走了。你别瞎想了啊，李丽。没准儿马刚接到什么紧急任务，过两天就回来接你了呢。他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了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说。我觉得马刚不像那种薄情寡义的人，他肯定会来的。不会的。啊？他不会来。什么？他不要我了。没事儿，李丽，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啊，不愁没有好对象，对不对？马刚，公子哥，养尊处优惯了，没准你跟他去了大区之后还会变心的。与其那个时候痛苦，不如现在赶快了断了，对不对？啊？哎呀，那你去。大区医院的事儿也告吹了。哎，他没占你的便宜吧？哎呀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这结婚证一天没到手，你就不能让他得到你？傻姑娘，这样以后就不好找对象的。要是没人知道无所谓，万一要是被人传出去，人家会骂你破鞋的。啊！你说谁是破鞋？谁是破鞋？哎，我好心好意帮助你，白眼狼。行了，小丽，你别再难受了。明天我去趟军区，我去找这个马刚，必须让他娶你。他是首长的儿子，你还是局长的女儿呢，他不讲理，我去找他爸，我相信他爸讲理。爸，别去了，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马刚。怎么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这个马刚他说走就走啊？他难道不该对你负责任吗？爸，我现在想复原。
我不想再待在医院了，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。现在他们知道这个事儿，到处都在议论，我都快崩溃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好这样了。小丽，别再哭了，咱们复原，回家，爸爸照顾你，好吗？好了，小丽，啊，小丽。